兔子姐姐，你想玩秋千吗？我也想玩。兔子姐姐想荡秋千，小兔子也想荡秋千，他们俩争了起来。小兔子摔倒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好的。哇，真好玩。这样才是好孩子。哦，兔子姐姐想要上厕所。小企鹅也想上厕所。他们俩争了起来。我先的，我憋不住了。我先的，我憋不住了。我先的，我来出来了。对不起对不起。我有一条新裤子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兔子姐姐。不客气。这样才是好孩子。哦，小熊想玩扭蛋机，兔子姐姐也想玩扭蛋机。好痛啊。对不起小熊。兔子姐姐扭出了一颗彩蛋，送给你吧。哇，谢谢你兔子姐姐。我们一起玩吧。这样才是好孩子。兔子姐姐吃完香蕉，想要把香蕉皮扔进垃圾桶里。掉在了外面。糟糕。好痛啊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有了，兔子姐姐变出了飞天魔毯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太棒了。这样才是好孩子。请看下一集。